好，我们先来介绍尺寸好了。小鱼啊，她穿的是 S 号，妞妞穿的是 M 号，来奇特了。为什么妞妞不穿 S 号？因为我觉得我穿 S 号太紧了，我觉得没有小鱼这样的身材，我觉得没那么好看。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，小鱼她穿起来比较合身，妞妞穿起来好像有点宽松，腰有一点略大。那妞妞是穿 M 号，小鱼是穿 S 号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贴身的话，其实小鱼这样穿是比较标准、比较好看的、比较贴身。那妞妞是比较喜欢松一点，因为毕竟它是奶油色嘛，比较浅色的部分哦。那小鱼它是172代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裤长。像小鱼啊，它可能觉得说，哎，裤长好像没有像妞妞来的这么刚好，在这种大概9分的位置。所以小鱼它很聪明哦，它搭了一个 All Star， 就是让它的腿非常非常的长，不会觉得说腿很短哦。啊，它是中低腰，不算是超低，因为它在我们的两个都是一样肚脐，它腿好长。肚脐之下，所以呢，这个腰我觉得也刚好，不会到很低，不会到很高，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穿的。所以其实啊，我觉得 S 号要买的人，他大概坐落在 XS 到 S 号标准 S。那如果像妞妞这种 S 啊，我就会来去买 M 号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整个都是全弹高弹的。那我把罩衫稍微脱掉一下，大家应该想看屁股的部分。你看哦，屁股啊，它一样是很多空间的。那小鱼当她穿 S 号，可能就会比较合身一些些。其实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看你是想要拿合还是紧都可以，都可以。